大军和 Peter 猪有什么共通点？除了出演赌侠系列电影之外，仲竟然越来越似样。在赌侠饰演大军的63岁演员程东，星期六铺了他做运动的片，网民说他身形好 fit， 骤眼看好像万梓良。程东北上发展近20年，近年同妻女定居广州，凭住大军一角大歇知名度，默默接了不少电影和商演 job， 博有名气，发展相当不错。